你终于回来了，布罗涅小姐，老友会开心吗？下午特斯拉博士发来了通讯，托我把这个交给你。这是他在给牙医小姐制造战衣的时候，也针对你的数据做了另一件，不过因为走得太匆忙，他把这事儿给忘了。这件战衣还需要一些调试，我们现在就解决掉吧。任务队列为空，布罗涅进入警戒状态。不是很顺利，我想他已经能投入作战了。博士，关于量子之海，布罗涅还有件事想问你。你想问什么？在灰蛇入侵修伯利安主系统的时候，布罗涅看到了你的实验记录。在一年前的实验里，逆生的盟主瓦尔特扬被困入了量子之海。为了避免给你们增添不必要的顾虑，我没有提他的事。他是自己选择留在那里的。一年前，我们对量子之海展开了勘探实验，但我们惊动了量子之海里的某种存在，实验失败了，我和瓦尔特都被吸入了海渊之眼。某种存在？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，唯一能肯定的是，他是人类的敌人。瓦尔特帮我逃离了量子之海，但他选择自己留在那里，继续和未知的敌人战斗。你们没有救他出来吗？我们做不到，以逆生现有的技术，那是不可能的事。贸然行动，也只会给他增添麻烦。你为什么突然问这个？没什么，只是有些在意。不要对量子之海抱有幻想，那不是我们现在能涉足的领域。布罗涅明白。渴望宝石的定位已经完成了，今晚就好好休息一下吧。明天我们就开始行动。任务队列为空，布罗涅进入警戒状态。布罗涅，遵命。原来你在这里，布罗涅啊。学院长。怎么了？是可可利亚的事吗？布罗涅遇见他了，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。他向你道歉了吗？没有，但罗扎利亚说，妈妈也很后悔。那你是怎么想的？布罗涅不知道，铁锈和鲜血的气味是布罗涅十二岁前唯一的记忆，是妈妈把布罗涅带出了那片地狱。家人、朋友、爱，妈妈给了布罗涅想要的一切。在孤儿院里的两年，布罗涅深信那里将会是自己永远的家。但是他对你做了很过分的事。布罗涅明白绿者对妈妈的意义，他不惜一切代价去制造捕获绿者，都是为了寻找能让孤儿院的孩子们活下去的方法。可是布罗涅无论如何都不想伤害温蒂和雅伊姐姐。
你没有做错什么，你的选择是对的。不管出于什么理由，他都不应该强迫你做不愿意的事，更何况是用那种方式。布罗尼亚不想否认过去从妈妈那里得到的爱，但也无法原谅那时候妈妈的所作所为。布罗尼亚不知道应该如何面对她。或许哥哥利亚对孩子的感情是真的，但他一定不懂尊重才是真正的爱。他得明白孩子是会长大的。尊重，大人也会胆怯，也会迷茫，也会在看不见答案的时候不知所措。正是在这种时候才不能逃避，才要相信你自己的选择没有错。你是圣弗雷亚学院的顶尖学生，优秀的女武神，为人类而战的战士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你自己创造的。布罗尼亚，相信自己，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。总觉得这番话从学院长口中说出来有点不适应。哼，说什么傻话呢？不过说出来以后布罗尼亚心里舒服多了。布罗尼亚会试着努力的。加油布罗尼亚，你一定能做到的。谢谢你学院长。任务队列为敌方能量波动已消失，判断任务完成。弗罗尼亚到达配置。海渊城出现了异常波动，发生了什么？用工程机器人检查一下吧。您好，请问需要什么帮助？请关闭语音提示，谢谢。有人在海渊城里。按照计划，爱因斯坦会进入海渊之眼，不要波及到孩子们。这个声音是可可利亚，他果然在策划着什么，但是他在和谁说话？关于另一件事，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些有关天火圣台的情报。被发现了 ，Sex 无法操作，被抓住了吗？另一个声音，总觉得在哪儿听到过。可可利亚有事瞒着我们，得赶紧联系德丽莎女士。